里面有一个是昨天超自然赛男子健美总冠军跟男子西体总冠军。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662号谢浩伦，663号沈博年，可不可以给一点动作？谢谢爸，我以为我叫错人。664号陈亮红，665号雷少轩，我们昨天的男子健美全场总冠军。666林子祥，下一个选手是667林书豪，昨天的 Supernatural 男子形体全场总冠军，可是没有半毛钱。1/4下六转。全场总冠军在大，一个是男子健美全场总冠军雷少轩，跟男子形体全场总冠军林书豪。
那就关张学长在这里台，我们休息，谢谢。哇，这个量级精彩，这个量级精彩，执行力1729前六，我先给各位看五秒钟，是不是很强？有没有强？好，强了，好，第六名，666，林子祥选手，这个号码牌太棒，你又一定要跟他合照啊，666。第五名662，谢浩伦选手，第四名664，陈亮宏选手，来喽，很恐怖哎，有全场总冠军的健美梅少轩选手。全场总冠军的形体林书豪选手是昨天 Supernatural 的选手，所以神魔力选手你真的很棒。好，第三名66梅少轩选手，我、所以意思是我帮神魔力选手 OS 一下，我干掉一个全场总冠军了、还剩一个要干掉。172男子形体冠军选手是建国国中卫生组组长林书豪选手，也恭喜亚军神魔力选手，你太可怕了，你把两个冠军吓死了。OK， 我们的冠军林书豪选手任职于桃园建国国中担任卫生组组长，非常的爱卫生，但是他也是体育老师。我没有胡乱，是真的，他真的是卫生组组长，桃园建国国中卫生组组长，也是体育老师。好，我们的林书豪组长待会就要干男子形体全场总冠军，有没有可能昨天是他，今天又是那个他呢？好，我们合照。来吧，3、2、1，谢谢，谢谢所有的以上所有选手。